图十七，意思被电死。上帝命嘛，弄你要出去就是，主要是要摘几粒喽，十字架提了回去了，十字架点点，阿帮十字架高头就阿么么么的多啊，比如说阿可别挂出别啊，比如说死亡，阿不要罪人那种哦，比如说提对面点中了十字架，仓库啊么啥，提起前面头嘛讲么啥，惩罚么啥，够不点死哇？相当像我俩吵架哈，十字架还点死，比如说还点死，狗不咋是平常哦，第几头没发生了是啥？很平常，我们说，比如说从来都没犯罪，因为跟上帝的儿子啊，你跟圣经哦，也从来没有过失，就是个和南木村啊么子，狗死就是为我把吵架的罪啊担起了哦，狗赎罪子就是按一片讲吵的了，犯罪啊旁边阿吃不得去回去了。这趟死不要帮，啊，整个开开就救个这宝鸡的娃娃，啊，你人脱身，别说十字架么啥，我不把死，因为跟追嘛着，我把超级追着，啊，你跟我不追着再把死啊，我把金卡带鸡的娃，啊，你我把人脱身释放啊，被身饶恕啊，我把罪人中应该为我把自己的罪而死，他们人脱别说为我们罪而死哇，我把罪人啊，我把承认，我把真心啊悔改。比如说，刚洗发才狗死亡以后，我又复活，因为上帝开能力呗，开救赎啊。所以，比如说复活，就是我不开心靠这些狗是我被救赎，狗实际上要报喜，个这就我被追起都个寿命哇，个时间哇。阿弟，我不要真心悔改，阿妹的追，然后哈阿真追，阿不我不就是怕悔改么事，怕就我被这去饶恕啊，我不就追里面脱离哇，追里面离开哇。就比如说基督啊，相信。他们那就我救噶。图十八，耶稣复活。主耶稣就抽第一个去开门参加，因为狗被放出来，耶稣狗被追个去吃掉哇，狗被追饿掉哇，个子，耶稣把十字架钉开哇，耶稣死亡哈，狗被高兴了。实际上怕嘛饿，耶稣十字架死亡活大批。他就门徒十字架骑得了，跟他掰开安喽，差六百提了回去了，差六百提了给地哇。阿们差个子就是差六百个嘞，六百一嘛都不回去了，都开都不个不嘛什么个不卡个。比如说不是哇，差个子就差九个人豁出来，怕他就门徒个子他就是得扣的够不来啊，差个子九个人豁出。2天以后到了第三天，比如说就复活，比如说是哇，3天以后把我们个就复活。狗不开心靠吵，就是看见阿妹肉，他们说看门啊，看见姊妹，他们说阿妹肉看见门头就买啊，我这就看你俩，比如说差了不几步离开你俩，狗不流动，狗不饿他，都不过了1000个代码咋了个，滚烤啊，差了不一路的就烤啊，狗不够多你东西，主要是忙个他了个，就是阿维片二个单，因为主要是复活，阿们就是上帝的两个天使，就是狗不就没新鲜了。狗把母听，主耶稣已经复活，狗代码咋了个？狗阿维片他二番，狗第三日复活，狗饿了是啥？狗已经复活，代码咋了个？因为狗表明跟上帝的儿子呢，跟神的儿子呢，我把一切罪都赦完个，所以我把悔改，人头蛇扑还在呼输出来，跟我把救赎嘞，因为我把一盼望的跟，而且狗复活了会带帮比一切魔鬼撒旦。我死亡个就更厉害、更强壮，跟我们一起死亡一只魔鬼撒旦就个神国儿子都可以在那都，阿弟我不认同，我不的生命看交托呗，我们生命看把交托，我们跟我们掌管，我们魔鬼撒旦知道咋？图20，耶稣升天，耶稣复活啊，40天啊。给门徒在信心的过，大部分操纵个他，比如说复活啊，复活的主耶，给通复活啊，把我们40天以后吧，给我们砍掉了，天父都买，天都买阿五了，给因为给世界救赎啊，可就工作就完成了，救赎啊，给复活40天嘛，给我们砍掉了，天父都买阿五了，因为给顶开了男子个完成了，阿们比如说就可就门徒在摩天啊。那不热啊！离开这热，差点热死上摩天。好消息了，各位摩天，我复活啊！我们一起去过多个生活啊！跟我不就灵魂，没看阿弟弟了，开想想个子，没看阿弟了边。
他们啥开门铁棍在磨铁啊？那不一直好消息喽？你们看车在做吧，车在磨铁喽。最初就没看调度啊，最初没看把调度不？两个同事最近各办开一门车，有一天耶稣要再回来，反正是耶稣才跑过来哈，还在听你在。耶稣这时候把调动各个啥得了？各调到动人才的多，才出来调动，我把得了人才的多，还是把调动嘛啥得了哈？听十个就看见门贴哈没贴，一直都是没开户去了哦，直到个出现礼拜个听的嘛，没得了个，个一直没开户去了哦。个流动么？看星星啊，查个字啊，个自己五度一口一笔动哦，没看我多话呢，没看数啊数一口，啊数把心都看，然后看没看把酒店那帮黑啊对啊对啊五边啊点，别墅一通看见五度一笔动哦，一切哪个生啊？那别墅想嘛相信，没想想嘛哪个再悔改？啊认罪，因为提了托马斯啊心个生哦，偏念个生哦，别墅妈妈噻。阿心，那么个是过节，那就生活么个生个。阿心那是啊是啊，没事啊，那没事啊，谁不忙？阿的那认错，那机会到他那个才会改。别说那认罪，别说那纽扣个里边，别说个那鸡蛋边，以后那是没看过的地了。地狱么受苦啊，那地狱他了，那么一切努力福音还不着急个才会改。因为阿心阿是啊，那没事啊，阿心怕死亡那么永远的地狱，我够了多，所以那不悔改。机会早些，啊，悔改。